是不是什么行程？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伫咧阿里山公路德口牛埔啊农场内底有三座家己人、家己人的公仔艺术展地，伫咧前几工，现在团子其中有两座被人喷漆破坏，甚至个喷上馆长张华官含的法委员陈明文的大名。而因为这个一届的案件相当的敏感嘛，所以嘉义县警察局嘛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经过阿里山公路，不少地点拢会使看到由广府所设立的家己人、家己人的公仔艺术装置，象征着参横城市的精神，并邀请着艺术家来上色，有的是吸引着游客合影留念。但是其中在德口牛埔农场的两对公仔，21号却传出着遭人喷漆破坏，甚至喷上馆长张华官含立委陈明文的大名，让人感觉对当事人含艺术创作者是相当无尊重。根据了解，因为是喷到馆长含伫委的大名，事件是相当敏感，警方唔敢大意。嘉义县警局刑警大队会同着中部警分局侦查队成立着专案小组，将比较着重大刑案规模来侦办，调查着附近路口监视器，找出喷漆者，要来查明背后的动机。李馆长张华官是以平常心看待这次事件，而表示嘉义画图的民众应该选择适合的地点，唔通在公仔艺术品面上来喷漆，这是上基本的尊重。你嘉义人、家己人公仔是馆长张华官打造嘉义县为美学基础的美感城市，在去年只是着文化观光局筹备着数百万办理着彩绘雕塑大展，来丰富城市的艺术内涵。而今年初开始，包括广府、蒜头灯厂、环路德口永久厝基地以及牛埔农场等重要的地点来设置着公仔，但这次发生着破坏的事件，是感觉相当的遗憾。新闻大概发。我向彩虹报道。